圣诞节就要到了，保阳乡立幼林园传出高高的圣诞欢乐气息。保阳乡长柯文平以及石碑村长特别穿上圣诞老公公的服装来到幼林园举办庆祝活动，现场气氛闹得温馨。保阳乡长柯文平甲石碑村长徐振兴穿着圣诞老阿公的衫，甲小朋友做伙唱歌跳舞。当头戏来了，囡仔上期待本礼物时间。幼林园阁特别将彩虹笔、三角学习铅笔、橡皮擦等文具包装甲真古锥，代替糖啊饼来送上祝福。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即将来临哈，我们体验乡立幼儿园哈，因为就刚好碰到庆生会，然后我们想说，给孩子不一样的圣诞节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打扮圣诞老公公。对，乡长很用心。每那个年度啊，都举办这个盛大的这个圣诞节，这个庆生会啊，这个是真的是我们需要佩服跟效法他。乡里幼龄的囡仔，这个圣诞节过了真无同款。虽然活动干那短短点外钟的时间，同款给囡仔真难忘。期待每年圣诞节，皆当打扮成圣诞的模样，唱歌跳舞，摕礼物。中华新闻林桂英、保阳采访报道。